穆总，镶嵌组不是在招收新的设计师吗？高设计师，你这么气冲冲的是干什么呀？招聘会结束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撞了人，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，这满地的文件，你看不见吗？ 穆总，对不起。站住！我说过让你走，你这刚刚进瑞华，态度就这么傲慢，对我都这样，那你对下属不是更蛮横无理了吗？我已经道过歉了，穆总没必要上纲上线吧？我管理瑞华这么多年。 哪个下属是真心，哪个是假意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高慧，你这大小姐的脾气该收敛收敛，别待会儿风风光光的进了瑞华，到时候什么设计都做不出来，那多遗憾。穆总的教导我听进去了。那么请问穆总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 我希望你是真的听进去的。如果你没听进去的话，我倒是有好多时间可以给你慢慢上课。可以走了，谢谢穆总。 我倒想看看你能把彗星做成个什么样子。